TNT 的威力有多大，只要是在它的爆炸范围内，所有生物非死即大残啊！江主任平时作恶多端，用来对付它再合适不过了。我悄悄地在它的房顶设置了陷阱，只要我在这里拉动这个拉杆，提前放在房顶的 TNT 就会点燃，然后正正地砸在它的脸上。现在只要等它躺上床就可以了。快回来睡觉了，天都黑了。来了来了，上钩了上钩了。哇，你搞什么？哇，你这反应还挺快啊。等等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这也叫陷阱？来了。做人做事总是从容面对。